今天我们要用简单快速的方法画绵羊。在开始之前，记得 subscribe 我的频道哦。我们现在来开始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绵羊的脸画出来。我们好像是一个 U 这样，不平均也不没有关系哦。然后呢，我们画绵羊头上的卷卷的毛，好像画云朵。要画大一点，小一点，是不是好像云朵呢？然后呢，我们画它的耳朵，羊的头都差不多出来了。然后我们画它的鼻子，一个好像三角形。我们画一只在睡觉的绵羊，眼睛关着。然后呢，我们画它毛茸茸的身体，很大。我们画一只坐着的绵羊。然后呢，这里画它的脚。它的前脚，然后你可以加一些它的毛，可以加一些好了，可爱的绵羊就完成了。记得 subscribe 我的频道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